这个纳有分几种纳法，说太极拳吧，纳劲儿，纳劲儿当中吧，第一个翻关节，翻关节，你比如说这个翻关节，翻关节这位纳劲儿。第二个吧，有可以纳筋脉穴位，你比如说纳天荣穴啊，等等啊，纳穴位。但最难练的就是纳劲儿法，就是太极劲儿纳劲儿法，就这个劲儿，说对方推我，你看纳劲儿法，说这个纳劲儿法是最难练的啊。说第一个太极拳必须得练上化筋，在化筋练到一定层次以后吧，有的练纳筋。如果要是不会练这个纳筋，说那么太极拳用就上不了层次啊。所以说吧，化完了以后必须得纳，因此说纳字不中，化法字不中，皆因为纳字不准，纳字不准皆因为化字不开，化字不开皆因为停字不停，停不停化不开，纳不住发不出啊。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纳筋，纳筋是从化筋来的啊。下边再说其他的劲儿，太极拳练纳筋，纳筋呢首先再练化筋，化筋上不来，纳筋你就上不来。首先练化筋，说对方来了力怎么来都推不到你身上，你都能把对方的劲儿化开，化开能一化开了，再进一步就是练纳劲。纳劲儿就是把对方纳失重了，纳失重了。说这个太极拳这个纳劲是非常关键，也是非常难练的。整个太极拳来说，这个纳劲是最难练的啊。